有啊，你有没有人啊？哦，有，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笔刷二四，嗨，晚上好，等我一下，刚明明洗过脸了，可是眼睛还是好酸哦。等我一下，等一下，让我揉一下眼睛啊！等一下脱个外套。哎呦喂！哎呦喂！今天画泳装关羽没有啦。我本来那时候是想自己画魔关羽的，可是后面你看哦、喔，魔关羽怎么画？应该说关羽怎么画，就那时候也是想说自己画嘛，然后就想到我以前的图，本来想说拿来用的，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嘛。这样子啊，我本来是想这样画的啦，然后后面就放弃了，删掉了。反正那个，他就是后面星数都要越来越高啊，所以开局送你那个，啊后面你没有够的素材强化，他也没有用啊。就像当时神魔好了，不是有妲己吗？很早很早以前的神魔，所以那时候开局大家都是叫手抽妲己，可是手抽妲己有个缺点就是，你没有高阶素材强化它的话也是没有用的。没有，反正想说今天到底要画什么画什么，真的没有想法，就只能东撇撇西撇撇撇出个什么鬼。对啊，那像星礼拜一的时候有跟他们稍微聊到啊，因为团团说他那个什么，我画给他们的那个很万用嘛，然后先加个背景，不然耳朵一直不见。得得得得得，好，这样耳朵就有了，哒啦，耳朵出现了，哒啦，好回来了。所以刚刚泳装星期天没有啦，那本来是想说开轻松派，不不不不不，饥饿派画家，可是因为碍于就是又要想要听歌就不能后置了嘛，后置就不能放音乐了。那再来就是，其实就前阵子忙，因为我有看到聊天室还是有人问说。饥饿派画家什么时候更新之类的啊？但是那天画完老天的图之后，整个就是虚脱了吧，就是没有也没有什么时间在录影之类的。那最近就是休息，在玩泰拉瑞亚的模组，对吧、啊？其实最近手感也是找不太到，好好好好好。歌好像有点小声，等一下拉大一点，对吧、啊？刚好在画我，你在画我哦。没有，你和巧巧的浮图没有这东西，我还蛮怕的哎、欸，天哪、啊！千万不要画，可以画，不要被我看见，谢谢。被我看见的通通都是死罪，这样子。所以老天让我虚脱了嘛？其实也还好哎、欸，画那张图画的其实蛮快乐的。那其实有合作过一次之后，他就完全是照我的想法，他就是相信我，直接就是让我自己用我的想法再画完那个档案图，对吧？然后刚刚开台前又跑去看了，去玩了一下那个动物吃鸡。我只是想解个每日，他每日要我打草。
我只是进去打个草就被一堆人打，我只是想打草。然后第二场就很顺利的打完400个草。我画很丑，画很丑，拜拜，一会再来，好，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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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JOLEIGH， 那个你有时候发言经过一下脑袋哦，因为其实你的发言都是一些很危险的话，哎，啊，只是希望你发言可以经过一下脑袋，可以吗？答应我好吗？不然 banning 的话 ，ban 久了，我觉得有时候让你去冷静；没有的话，就是要让你永远冷静。对了，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请说。哎、欸，你们今天可以发言啊，如果我有看到的话，不然如果我看到，我会尽量看啊，因为反正今天就是画画，应该都是有空看的。奇怪，他人设到底怎么画？然后带这个好东西，教主，你的 Twitch 有开吗？没有，现在没开了。不是，就那个，就勾勾被拔了之后就没再开了。怎么了？你还有在续订是不是？危险的发言不是你啦，是那个 J 开头的观众啊，因为他有时候发言很危险，需要让他去冷静冷静。怎么了？啊，最近那个不是流亡暗道有兔子吗？我一直想上去买，一直买到忘记。感谢杰云，没有啦。你要问什么？在等你问欸，没啊，就想收集一下。订阅名单什么意思？啊，你是说 Twitch 的订阅哦？ Twitch 订阅其实，我想一下哦，现在还有在开的，就是小雨吗？小雨有吧？小雨、杰克、团团、哈吉，好像都有哎，除了影月以外。教主在画谁啊？我在画，很久没画了哦。就说我现在手感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开画图台是有点在折磨自己。嗯嗯嗯嗯嗯嗯嗯。因为其实画他们的眼睛都是画这一种的眼睛啊，好想画豆豆眼。就突然想到，因为我的抖内账号里目前没有余额，那就不要抖了啊！没余额，你不是没余额一阵子了？好啦，加这个呆毛就知道是谁了吧。好，没错。你好歹回应一下反应，有啦，他有回我啦，他有说好。我看到他说好啦。生母你乖。啊，生母如果酱油跑去退了 ,YT。记得去看看他哈、啊。现在教主画的好困难，我
我现在觉得叫画我哪会困难？我记得小雨是露肩，对不对？露肩膀。他昨晚就在 YT 干，我知道啊。可是昨晚我们在玩那个，还有问他要不要玩啊，就没回应啊。因为昨天就一大堆人不在嘛，他们就在统计说有谁在，然后就想说就大家一起在开个那种小 Amigo 之类的。那可是酱油就没有回应，啊 ，Bobo 是睡死，那 BOBO 睡死。哦，手画太大了，我就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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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等一下哦，这样。不然，其实饥饿派画家。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啊，硬要上什么全字幕之类的，不然不上全字幕的话，哦，很好剪呢。上次是在泱泱台巧遇生母，哦，看生母你，那时候酱油其实还问了一句话，他说安心，我说哈，生母是你那边的干爹吧？我说对啊，然后说他都懂，啊，算了算了，不要讲太多，没有啦，反正就是烦死。你在那边真的是很帮酱油啦，我们讲太多了，抱歉，没有啦，反正就是感谢你让酱油有业绩。不上全字幕不是因为有些画想说那个都已经单人系列了，那上个全字幕应该没关系。我画错，我想画。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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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是在一期吗？他现在想我，他是说他想改去经营 YT 了。那对啊，但是我们有些人建议说他还是。继续待在一期比较好，各方面呢、啊，没事啊，反正人家有人家的，人家有人家的那个嘛规划。不建议没有字幕，但想看饥饿派画家继续更新。顶多是下一集吧，下一集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不上全字幕的话，接不接受？因为有些人还是觉得有看字幕跟没看字幕真的有差，因为有些人是没戴耳机，啊，有些人是没戴耳机，然后再看呢、啊，就看不懂啊。那小在画什么？我在画什么？我在画什么？小雨的脚是什么脚？黄色拖鞋，黄色袜子，不是黄色拖鞋。
像最近不是有人在画那个吗？画我短裤的、那個、短裤的那个是谁？是银嘛，对不对？银在画我那个短裤的。然后后来我就本来想说，哦，短裤真的好不适合我。然后后来我就是在想想想，哎、欸，不对啊，啊，我人设就短裤啊。然后这句话就想就默默的又收回来了。得得得得得，我打自己脸。可是我要讲，我当时人设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天气很热，所以才会穿短裤。不然其实出去的话，就算再热，我都穿长裤做运动啊，健身。反而是有时候声音太小，对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录音一定要这么大声，不然不可能啊。Hello， 大家好，我是繁星，欢迎来到饥饿派画家第叉集这样子。啊，有时候画画画的那就，啊，对啊，所以就这样。啊，这种声音就会有时候是啊，这样子没办法。天气很热，热热，我是说热吧？天哪，我的天！这个小雨可以吧？这个小雨给几分？哎、欸，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再回去做立牌？其实当时立牌就是卖很久，让我就是不太想再做立牌这个商品。可是每次东西卖完，就一大堆人又来问说：“繁星，那个立牌还会再出吗？”之类的啊，不然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我的就是反正我的杯垫还是什么的啊，杯垫那时候没有杯垫卖得很好，反正就是我的立啊娃娃那时候也是卖了很久。还有人说那个还有货吗？还会再出吗？我就说娃娃因为卖很多次了，卖很久了，所以应该是不会想再出了。也是人哦、喔，好，对不起，我道歉。你们知道的太多，哎、欸，你们谁动身家有流星雨啊？我的天蝎座还没拿到哎、欸，我天蝎座碎片跟天蝎座的 DIY 都还没拿哎、欸，有没有人救救我？救救可怜的我！布布娃娃，我是看还要囤放一下，是不是？哦，没办法，因为当时是点点说那个，就是比如台北场嘛，比较多人就带50个，然后台中、高雄就是各带30个这样子。因为不然台北场的话，其实可以一次带过去。那就是考虑到说台中跟高雄可能会有人想要，但是买不到，那我们就是这样留。就台北场的时候卖完嘛，对不对？真的还有人来买，就说不好意思，卖完了。然后就是高雄跟台中场就卖不完，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啊，没关系，下次继续卖这样。嗯，我一个多月没遇到了，对啊，怎么办？哦、你说虾皮哦？哦，抱歉，抱歉，抱歉，没办法，谁知道？而且最近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些粉丝啊，跑来淡水找我或什么的。我想说，哦，等下千里迢迢来淡水，那就送个小礼物之类的，就送一送，送到我的那个商品，忘记去修改数量，就是我那个商品没有了。就对方有下单，我就很紧张，想说怎么办？我说我只剩样品，哎，可以吗？他说什么是样品？我说样品就是那个摊位上的时候卖的，然后的东西就只是样品而已，我没有使用过它之类的。他说没关系，他也要。我说那就好，好恐怖的，在乱送啊这样子。这个手真的好像拳击手套，没有哪里像，我被攻了哎。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是太累嘛，我已经不会学王北北的声音了。大家好，也不像了，不像了，我已经不会王北北了。折起来的袖子，他小雨的袖子就是长啊，给我。可以，可以什么？等一下，我差点又拿奇异笔来在绘图本上画画了。其实小雨真的的人设真的就很可爱，你看加个这个也可以啊。不然就是这边包个大蝴蝶结啊，哇哦，小雨你怎么那么高追？好生气哦！天哪，加个粉红色吗？恐怖死了！完蛋！我其实最近看东西会看到有点失焦。什么东西呢？就是比如说你看这样子，对不对？但是我开始看到的东西会变这样子，我开始看到的东西就开始变成这样子了，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老了欸。对啊，就我觉得最近眼睛有点用过度了。所以我这几天没去健身，一是因为下雨没办法，因为我是碰到雨水就会死的人。然后二是因为太冷了，睡过头了。不然我很想健身啊，最近好不容易肌肉线条那些都有出现欸，才让我有开始有真的有动力在健身，不然之前练到一直。我说怎么都没肌肉，是怎样？我眼睛已经说没有，我是最近比较明显，我以前也会啊，我以前也会就是失焦，那最近就是盯，只要盯像我在上字幕在盯一个画面，太认真盯着的话，就是开始发呆，然后加失焦。好像怪怪的欸，脖子是不是歪啦？我看一下喔，对，歪了，脖子不该是这个角度，我看一下喔。是有差哦，有动了一点点。
所以说那个蝴蝶结呢，不可能加啦！天哪，加了，虽然他是没有委托我画这个啦，这真的是画爽了。想说之前也想画云月，因为那时候就有问说云月你有什么特色，不是特色啊，就是说有什么特征之类的。像哈基就是指定红石跟西瓜嘛，那时候就画了。那团团就是熊猫跟猪。云月的话。画月亮也不像啊，就只能画那个双子啊。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一直迟迟没画，就是我其实对那个啊，那个双子，我其实没有在听那个啊那一块的东西，就是初音那一块的东西，我没有在听。啊，我只是觉得那个人是还蛮可爱的，月月的面具嘛。就面具就这样而已啊！我想说知道怎么知道画什么，然后这样子哦、喔，就这样子而已哦、喔，对吧、啊？鸭子座不是挺容易起来的，不是挺容易起来的吗？没有啊，哎、欸、鸭，我不知道啦，但是我是可以鸭子座的男生啊。啊，我鸭子座下去，我是起来的很轻松啦。我觉得也是看骨盆吧，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跪坐、蹲坐跟鸭子座应该还好，就是。像我现在画画也是蹲着做，所以我其实说鸭子座跪下去起不来，我对我来说我是还好啊。体格差距，你一个90公斤的坐下去爬不起来好吗？鸭子座是什么？就是小雨现在这样子啊，就是你一个人，然后这是你的腿，然后你的腿要这样子。然后这是你另外一只腿，这样懂吗？你的腿在这里，这就是鸭子座。我体格差距啦，不是有些人就这样下去，他的骨盆不适合你这样硬撑下去，他是真的起不来了。你看我当时画给他们桌布是什么？看一下哦、喔，小蛋鸡嘞，看一下他们的东西。那我现在那个我的图片库里面超乱的，都没有好好分类。有没有粉他们？没有，我归类在哪里？商品图吗？明信片商品。便利贴泡泡啊，不在的样子哦，应该在的啊。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到底是什么啦？我在分什么类的？卡贴明信片，卡贴明信片。天哪，卡贴不是。你们先吃广告。欸没有欸，我画给他们的图咧，纸胶带不是纸胶带，在压颗粒，李泽言不是，找不到了，糟糕了 ，Q， 复制笔复杂图，欸找这个找不到，我现在全身在冒汗、欸。这个欸我找不到给他们的图欸笑死明信片吗也不是啊
你去哪里？我刚跑去尝试是可以坐，但椅子上不行。椅子上，我现在也可以在椅子上那个哎、欸，鸭子坐啊。算了，我找不到了。哎、欸，我去网络上找熊猫团团图片。哦，放在角落，真屌！找熊猫团团就可以看到我的图，真棒。感谢娜娜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好久不见，没有好久不见啊，也、欸、差不多了。感谢娜娜超级留言，所以小雨要挂在这边。好哭啊！等一下，娜娜，为什么关掉了？熊猫团，要不要再小一点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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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了，我回来了。椅子太小，为啥想到层应该懂？嗯，很近那个没有啦。但其实我那时候也有一个做法，就是靠哭啊，就是我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就是在民宿吧，类似那种旅馆，我做是这样子做的。我这样子坐在床上，脚超直的哦，然后一看就是看那个《海底总动员2》，那快两个小时嘛。看完之后，我这个脚整个是麻了，不是麻了，就整个血液冲不到脚，然后整个脚是废了。画一只小蜜蜂不会哦，我不会画，只画一只哦，我会画超级多只蜜蜂的。就是我以前就喜欢这种画这种图啊，可是之后没摸板之后就不太会画图了。哎呀，来晚了，安安，蜜蜂画上去表情这个可以啊，画什么表情这个啊？天哪，好丑！要乖一点哦，不要乱打字哦。哇，这人打了什么字啊？感谢无名，那个画巧克力，巧克力我画过了啊。可以早就画过了，当时不出巧克力的商品，主要是因为，是因为牵扯到那个啦，做那个，什么钱，金钱吧。因为当时其实跟小薇就已经熟到不行了，但想说还是不要好了，不然其实也想做给
反正也想，因为他压克力最低也要做个20个才愿意开模，他做20个那个成本又超级高，想说，送给他去当什么回馈之类的，想说啊，要嘛，那就我就没有做了。啊，对，应该是这样子。没有，这是不可能。还有什么？我喜欢教主这样陪观众聊天的，因为之前不开，主要是礼拜四，因为礼拜四是自由活动时间嘛，像团团阿基他们就是在挖矿了。啊，之前这个时间是。原本是有太空啊，因为太空已经没有玩了，所以就又回到画图台这样子。对呀，啊，至于为什么之后就没有，是主要也是真的太累了。之前从 FB 开始就是每天开台嘛，从12月1号开始就是不断的开，不断的开，就这样子一年就这样过了。啊，也习惯就是每天开台了。只是每天开来就是真的太累了，身体有时候没办法。重点是，如果今天是一个人开台又有话又怎样的，那不会累啊，不会累就可以一直开下去。啊，重点是开始一个人开台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想说之前有尝试过硬要开台嘛，就开一开发现说，那时候好像也是硬开，开了一个小时马上关，因为那太累了。对吧？后面是蜜蜂，感觉很好吃，这只哦，还是这只？画个蜜蜂别针，我应该画一只蜜蜂停在头上吧？还在想啊，因为其实这一块很空啊，这一块我不知道加什么，所以我就喜欢那种，反正看过哈基跟团团的那种图，就知道我大概喜欢画这样的，就是一个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这样子，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这边还会再填东西，然后这边也会填东西。把它包的跟一个三角形一样。年纪增长，筋骨变硬是正常的啦，除非你真的……我自从高中毕业后没运，就不喜欢运动。我以前真的是超爱运动的，也不知道什么，就是高中之后一没有就是体育课之类的就没有再动，没有再动就是变成。就是完全就筋骨完全就不会有机会去拉动。
乳蜜糖如何？我是想说蜂蜜块吧。啊，你们跨年要去哪里吗？我好不好跨年那天是在家里过，就是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过，因为其实去年我跨年也没有跟他们去过，跨年依然在家里，然后对，在家里。送个花才能去采蜜，等一下嘛，先让我补完这边的想法。这边像怪怪的，真的最烦就是构图了。这个是蜂蜜块，然后中间应该要这样，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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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劈腿不会痛吗？白痴哦，筋骨硬的劈腿谁不痛啊？没有跨年出门没有啊？跨年就是有没有跟谁过啊？就是像团团他们就是一群人一起过啊，有约 Bobo 他们啊，目前是没约到我了。跨年跟朋友玩狼人杀，然后就是宅在家。可以在小雨身上的话沾到蜜蜂啊，不是真的好奇沾到蜂蜜吗？我说刚是讲蜜蜂，沾到蜂蜜没必要吧，因为这样子沾又这样画又很奇怪，很黏欸，很恶心欸，你说这样子还可以。因为主要也是最近作息又太正常了，我搞不好撑到十点就想睡觉了。对啊，哦，我知道这边可以画什么了。这不是嘴巴哦，这是蜂蜜罐。好像舌头，那个不像了吧？谁还不去写？写什么？完了，工作还没写完，快去写！有时候就是画一张图嘛，像我蛮多就是画图
没有录影啊，阿美录影有时候觉得哦，这个过程没录下来真的好可惜。然后有时候觉得，反而是开台画画，觉得压力好大。以前就是这个时间也都是，像我讲的嘛，以前早期我没有每天开台，反而是就是礼拜二三开台的那时期，那个就都是玩自己的游戏跟画画，可是那时期的 YT 就是其实也是半经营状态，那时候收益也没有到真的可以养活自己啊，所以那时期其实是我还没有离开美联社，如果离开的话，我就是那时候开始离开，然后开始剪影片，然后就是有约录影就是陪录影，然后有约什么就是陪什么这样子。小雨嘴巴能不能画点蜂蜜？刚有试过啦，这样其实有点多余欸，因为最后这边会加腮红啊。其实你有时候东西越简单越好啊，复杂反而觉得很乱。而且最后这张图会以黄色居多，已经够多黄色，你在脸上再加黄色，觉得看起来是多余的。拖啦，我个人觉得，看来这一点。那眼睛看久就像僵尸？没有吧，哪里像僵尸了？靠腰啊，按错东西了。不是啊，你要教我画画，你要来我家教我啊。没有，我来跟一个看台的讲话。自动录影哦，嗯，嘴角画口水，哪一个嘴角啊？没有，这已经洒出来了，洒出来，照理说脸是要惊讶的啊，那就这样子。这样子吗？这样子很奇怪欸。因为他撒出来了，撒出来照理说是那种惊讶的，而不会是一脸很可口的这样。反而黄色现在变成他的主色，我的主色也是橘色啊，但是其实我真的爱的颜色是人色系耶，也不是说真的爱啦，就是我喜欢淡色系。淡淡的颜色，不是那个淡淡哦，不要乱想哦。就是你，我有讲啦，看左上角这边，我的色盘都是调这种颜色的，这种颜色淡淡的，饱和度比较低的颜色。我以为背景会是蓝色的 UE， 不是喜欢蓝色吗？会啊，我是说这张图，蜜蜂是黄的，衣服是黄的，蜜蜂是黄的，蜂蜜块是黄的。蜂蜜罐是黄的，头发是蓝的，对啊。左边蜜蜂可以加口水吗？那干脆就这个啊，这就好啦。感谢风间的超级留言，风间，你家有没有流星雨？有没有妹妹？拜托、喔，我目前 DIY 跟碎片都没有。
很久没开动身了，我的天哪、啊！你给我想办法伸出来，我今天就要知道。没有，我今天就要。没有啦，哎呦，好怕时间过了没有摸到。上次要摸妹妹，我要去来不及摸哦。蜜蜂不要有牙齿啊，干你屁事啊！蜜蜂可以有牙齿好吗？不然的话，真正的蜜蜂吗？真正的蜜蜂要这样子哎、欸，这样有个牙哎、欸，这样子哎、欸。这样子吗？然后眼睛是要这样子哎、欸，这样子哎、欸，这才是蜜蜂哎、欸，白痴哦、喔，管太多了吧？还有什么可以加的？都是加的。本身哈，开机看一下。开，想办法开。有牙齿哪会恐怖？有牙齿才可爱好吗？这是我最近画画发现的。加上面的门牙真的是可爱加很多分。蜜蜂，麦块，加点这个。啊，这个可以加蜂巢，这个可以画蜂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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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怎么这么可爱啊？怎么会是我？没有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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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齐安安，可以的吧？我觉得很完美了哎、欸！天哪，画的这么好啊！那就不上色了，有没有？让他永远就活在我们的心中。把触角改这样子啊，这样这边画的这么好看，我们触角就改成这样子。大学学期完了，终于可以看直播了，感谢超级留言，感谢你的赞助。什么学期呀、啊？恭喜你哦！那有蜂蜜的时候，里面是黄的。
就这个没有啦，反正我觉得画起来超像比克的，超眉毛耶，我靠，不要大学学期完了，白痴哦，不要乱讲话哦，别恭维。喝醉了，我觉得画得很好欸，觉得左边那只蜂巢好挤。不会啦，其实以这个三角形来说的话，像我想的三角形来说的话，其实差不多可以，不然万没有东西挤的话，感觉很空欸，很空就会让我很阿展，会想要挤东西上去。像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一个坏习惯，就是你一张图，比如这样子对，像你们请我画头贴，头贴而已哦，我就想人家不是头贴就只要这样子就好了嘛，我就会硬要把那个整个人都画进去，要不然就是可能画贴图嘛，人家很多贴图就比如。这样子，画贴图就这样子好了。啊，我硬要是这样子，但这个空间变很小，就是硬要想要东西都呈现出来，然后图就会变小。然后今天就是减轻松生存嘛。然后最好笑就是哈基讲了啊，完了完了完了，他死定了。我说怎么了？他咬了我，他死定了。滋滋，我现在画画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我其实现在肩膀就是这样子在画。肩膀是这么高在画，所以我这边很酸，现在超酸的。好啦，九点了，吃广告。没有粉红色啦。这边哪里能加粉红色啊？没有地方可以加。不然来嘛，超级留言给多一点，我就加粉红色，要不要？载了 SH 不会用电绘好难，我跟你讲、喔，你载 S 你用电绘开始就是你要逼自己一个来一个小时都用那个笔在画，你可以画很多圈，就是尽量让自己知道你这样接得起来。哎呀，我刚讲歪，不然就是你画一个框框嘛，然后就这样子。把自己强迫线都连在里面，要知道自己的那个板子位置，要让你的肌肉记忆一下。要不要试试看鼠绘？鼠绘就白痴，不是白痴，鼠绘那我画那么多干嘛？我等一下就要开始上色拉线了、欸，哎，不拉线啊，画草稿了、欸。四分钟广告，哦，旅游酷哦。哪里能加粉红色啊？粉红色的蜜蜂哦。还是一朵花，所以银花不能加这边，哪边能粉红色啊？8.6/6哦，紫色的眼睛，可爱的小雨，上面的蜜蜂断脚，故意的啊，就是要趴在小雨的头上啊。要加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啦。感谢小小的超级留言，我不知道。三磊是谁？我不知道。腮红粉红色哦，没错，就是腮红了。我不知道加哪里耶，我真的不知道哎。哪边还可以加粉红色的东西啊？
因为其实我没有地方可以加了哎、欸，这里。没关系，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吧？我觉得没有。好啦，感谢超级留言，现实一点，感谢超级留言。不是啦，我不知道粉红色加在哪里呀、啊？这里。这样。可以了吧？够粉红色了吧？马尾渐成粉红色，你是说这种哦、喔，很像一只柱这种的吗？不行啦，虽然很好看，哦，这么可爱，一定是小鱼。不是啊，就是我不知道加在哪里呀、啊，不然我也想加很多东西呀、啊。你看，而且我为什么不加花在这边之类的嘛？对不对？他就已经破坏了一个三角形的样子。哎，靠药，吓死我！对，抱歉，抱歉，抱歉。为什么聊天室没出现啊？背景粉红色不会被打死。感谢刚刚是谁？什么力？哎、欸，没有出现呢、欸，不是看到什么力？感谢新会员，是新会员吗？哦，赢了是吗？咦？感谢会员，是谁？是续订吗？欸，而且其实我跟你讲哦，我玩游戏也很偏心，就是像小雨跟巧克力，我应该是最偏心的吧。就其实小雨有时候当，就是我是狼，或是像我们那个亡命奔逃嘛，就是鬼抓人模式，看到小雨我都是。放过他不打他，去打其他人。反正就是看到巧克力也不打，就打其他人这样子，就是有种偏心的感觉。你们之后看的话，会发现很严重，对吧？可以用来当桌布？不是啊，之前团团跟哈记的也可以当桌布，只是我找不到档案在哪里了，找不到了。完全看得出来，哇，这么明显的吗？我以为我藏得很不好，对不对？做一件事情超不会就是演戏。啊，我让肩膀休息一下下。可以画个小恶魔巧克力，塞不下了啦！我觉得这张已经很完美了，哎，没有东西可以塞了。直接上车都没问题、啊、靠要哭啊不行要好啦花了草稿就一个小时了可以了我有隐藏吗我觉得我没隐藏啊妇女的感觉也不是吧主要也是有一次他就是那时候是整人特别节目有告白嘛对我告白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说什么说什么？其实从以前就是很喜欢我的那种感，那个什么影片吗？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台，那时候都只是跟蔡达他们玩，然后那时候小雨就是有都在看。感谢生母的超级留言，然后也是那一次之后吧，就是感觉对小雨都不会怎么讲，就是有时候鬼抓人或是 UHC 什么之类的都砍不下手我现在手在抖天哪我怎么了老了我老了我手在抖了教主没休息吧教主注意休息有啦该睡的还是都有睡只是就你看啊，录影要一段时间，剪片要更长的时间啊。我健身其实都大概抓在一小时跟一个半小时之间。那最近因为真的是电脑，我真的是觉得电脑要换。我剪十分钟的影片，输出要16、17分钟。之前不是说15、16分钟啊，15分钟。那今天输出的那个影片14分钟，我输出就要二，对吧？
长度是14分钟多嘛，啊我输出要27分钟欸。如果真的要复刻那些立牌的话，我没办法了，我找不到原始档案，就只能靠强大的观众，不是观众啊，强大的会 P 图的人，感觉应该也很简单吧？那个我的背景都很干净，然后等下就有小窗说：“我会，我来 P 个头。”没有了，对不起。加了蝴蝶结很不像 U 一耶。不会啊，你没看过他穿洋装哎。那看一下小窗啊。不行，好不好？礼拜六也有画图台哦，因为今天有一个。之前接过委托的，就 RP 认识的那个一个人，那因为前阵子他有来找我说，问我有没有空，想要那个更新他的一些图，我说我要去 FB 工作，所以会很忙，非常忙，然后就先推掉了。那昨天应该说早上清晨一点多敲我。我就说可以啊，现在有空了。所以如果要再来看画画的话，礼拜一哦。我这种坐着的地方真的很难画哎。其实小雨啊。他的图，他的衣服，你只要用那个什么饱和度拉淡一点的话，它变成一只斑马，而不是一只蜜蜂了。没有妹妹。礼拜一，我不是说礼拜六吗？教主觉得谁最难画？真的要讲吗？杰克。你说阿米狗吗？还是谁？真的阿米狗最难画的，我觉得是杰克啦。小小是说真的是说谁杰克吗？还是说小雨的衣服？杰克跟我觉得我很简单呢、欸。我就麻烦是麻烦在兔儿而已吧。那其他衣服裤子，衣服就黄色 T 恤啊，啊裤子就短裤啊，还好吧。那些加耳机什么的那个才难画吧。女仆装很难画北齐哦，女仆难哎，我觉得女仆真的是要画得好很难呢，因为我会接触女仆装是
应该也不说接触啊，我唯一画那时候比较会画的女仆装就珍珠美人鱼的衣服啊，而且那时候是我高中开始看嘛，然后去画的。那、啊、他的衣服就是有些作者是先这样子画，对不对？那就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这样。这样的作者，他记得西装呢？不是啊，他既有穿，我觉得西装很难画哎，你要画的好看很难哎、欸。看他画个领带，然后画那个前面那个衣服领口那个位置，杰克头发也很难，没有没有，杰克头发还好，是他的耳机是这样子，是这样子设计的，还有颜色耶，这样子一个羽毛。像我就喜欢简单嘛，然后又鲜明的角色啊，不是角色啊，人设啊，这种角色。喵哈就一个马铃薯，马是啊，喵哈哪是马铃薯，是茶叶蛋好吗？那、啊、有时候你们想一些什么同人作品那些吗？我觉得真的是你们自由啊，只是有时候人家明明就已经有男女朋友之类的，你看像小雨跟轩好了，他们反正就是男女朋友，他们就都喜欢把他跟巧克力凑在一起。虽然小雨都说无所谓啊，给他们爽就好了之类的。我想好吧，既然本人都这么说了。反正都是同人嘛。没有啊，那个谁，喵哈也说他是茶叶蛋的啊，又没擦，不是没擦啦，他自己，不然他就是榴莲啊，选一个而已啊，榴莲跟茶叶蛋二选一嘛。今天跟人家在看那个就是吃寿司的东西嘛，我就跟他讲说，你们都知道我喜欢吃那个玉子烧，对不对？就是去那时候跟干爹他们去吃，也都是吃玉子烧，吃了几盘，六七盘玉子烧。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你来这边吃玉子烧很浪费。我就说玉子烧很好吃哎。然后吃了几次之后，我就开始不吃玉子烧了。后来想想，就是因为。你在那边吃玉子烧，就是哦，这个感觉是超浪费。你看，你只吃蛋，然后跟两坨饭，这样就要40块钱了。那你怎么不吃什么虾跟其他东西？
跑去那边吃玉子烧。我来想想，很有道理耶，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好好说服我，害我吃了四次玉子烧大餐。我问一下，我的台数延迟很严重啊。我等一下说，我现在说一，你们打二哦，好不好？准备了哦，一。哇，延迟十二秒，我的天哪！好，感谢了，感谢，感谢，感谢。原来我台延迟十二秒。因为有时候延迟只有两秒，哎，那时候我吓到，我的台怎么那么短啊？有时候又延迟很久，哎，这是难得的可以洗屏的哦。等下怎么有些越来越久啊？你们是故意还是真的延迟？我刚刚就是一直没动笔，就在算一二三四五啊。哦，是有人是不是？好的。这是难得的可以打、可以洗屏的时候，呵呵，因为有时候我的管理员不准我这么做，就是那个小鱼，他说你怎么可以带头洗屏？我就回答爽啦，我说哇靠。一堆二四没有啦，我刚刚说我要测延迟，我说一你们答二，对，不要乱编啦，我要自己测延迟。你看无名突然出现说一堆二四怎样，有人带头作乱吗？我眼睛怎么？我的圆很奇怪，圆不是这样子吗？我每次都这样，你看上面顶部会变成像类似这种，就看起来很凶。好了，地震地震地震好大，我的天啊，超大的啦！还在晃，还在晃，还在……下午就有地震了啊！我没有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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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晃，还在晃，还在晃！要啊！还在摇，还在摇，还在摇，还在摇！救命啊！还好是住二楼。恐怖！等下，我现在头好晕哦，是还在摇吗？还是我现在头好晕哦？天啊！淡水也太可怕了，我这震央在哪里啊？而且很少北部
我是刚刚是摇到电脑桌是有在那种上下震的，哎，你们现在有感觉了？快！所以正阳在北部，哎，好恐怖哦！应该不是吧？对啊，这是地震是上下摇的，不是左右的，哎。嗯，我在开台。哎，现在是停了吗？我现在觉得好像还在摇，我的天！我看对，刚震央在哪里？地震通知警报，东北区域发生中型有感地震。哦不，我现在头好晕哦，不，啊，等一下我现在还在晕。基隆外海，天哪！我想说，只我加个触角就地震。而且我今天没有梦到地震的梦，之前都会梦到地震的梦，然后就地震了。我是好奇团团他们那边啊，可以去隔壁帮我了解一下情况吗？因为那些住几楼？九楼的，那三个住九楼的，所以我不敢住太高楼，就是我真的很怕地震啊。啊，我要看一下布布，等一下。南投不谈投，台南应该没事吧？看布布，嗯，布布你还好吗？布布，帆船那边没事了，布布没事，他很安然的在笼子里面。结果他们那个地下那个矮人那边也刚好地震，有没有？如果刚好是打那个地狱关卡，在岩浆的关卡，然后刚好地震，是有。布布还是很安然的在笼子里面。这样看很像繁星哦，你说，哎，五秒后会地震哦，这样子。我严格来讲，这样画触角，就像画兔耳。间谍蜜蜂。
6.5 好强哦、喔，真的很强哎、欸。我突然开始聊了 Costco 联名卡，那小，我现在头还有点晕耶，天哪、啊！好了，我回来了。刚刚地震第一个时间，我是想到说，拜托，不要断网，不要断网，不要断线，让我至少画完这张图啊！我还没存档，存一下，存一下图，我还没存档，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哇，花了一个半小时还没存档啊，还敢不存档啊，大哥。余震吗？不是，我就只是忘记头有点晕。安安头有点晕。真的哎、欸，如果刚刚还飞龟，如果刚刚断了，我才发现，干，我没存档，我就只能翻记录档，然后开始慢慢瞄了。我好翻机瞄自己的图，就哭死。因为刚刚右边的那个我的小日光灯，也不是小日光灯，就是日光灯闪了两下，吓死我了。北部也有四级，对呀、啊，很正呢、欸。没有重点是它是上下摇的那种最恐怖的，左右摇的话还好，不是还好啊，左摇也很恐怖，反正上下摇更恐怖。
最好笑是不是最好笑？有一次我在骑车的时候，我就知道在地震了，因为我发现我的车好像有点在怎么讲地震吗？有点失灵还是什么，就有点难骑。然后听到附近的那个叶子在刷刷刷刷刷刷刷，然后就停下来，然后就有人说在地震，在地震，救命啊！这样有没有救命啊？就是地震，地震，地震，然后就看到路人在那边跑来跑去。安安啊，安安，晚上好，晚上好，没人记得我。啊，我刚不是跟你问安？虽然我也不记得你，抱歉，我的错，太多人要记。以前就这样啊，以前就是太想要记住每个人，搞得说自己记忆力不够，每个人都记不住，就索性只记就是常出现的，自然而然就会记起来了嘛。那毕竟我也不是什么神啊，什么鬼的。吃广告，我没播广告哎，感谢你吃广告啊！每次地震都没敢试，是不是？啊！刚地震也没什么反应哎，你还是人吗？应该说，今天你在做一件事情，就比如好，刚刚你在打报告之类的，但是你完全没存档的情况下。你一定会希望说，也不是没全按，马上按地震一来，马上扛错 S 哦。嗯，好吧，我以后要练这个了。以后地震来，第一件事情是扛错 S 按下去再往外跑。
让我想到我们高中国中同电脑老师常常切断电源，教训我们随时存档。哦，好棒哦，这老师。刚打电话回家报平安，来这边报一下平安，然后继续睡觉。感谢珍惜的超级留言。有啦，你白痴哦、喔！我刚有看到兔窝那边，你有报，你还活着，不是啦？你有打字？你不是从床上滚下来啊？从床上醒来？欸，可是这个我应该是在睡觉的时候，应该也不会被震醒的那一种。怎么还没有？好嘞，来来来，我在等超级留言结束后才敢继续画图，不然很恐怖。画一画画被吓到。好了，准备上车了，再重新档。好，上车的耳朵就要不见了。上色时间，就蛮好看的。我一等地震结束后去翻那些正在实况的实况，还好吧，这也是有那种那谁同声吗，那时候地震超大欸，这样子啊，珍惜晚安，晚安，晚安。
小雨是紫色眼睛吗？小雨，哎、欸，紫色。怎么那么可爱？这之后再加好了，然后，发光。眼睛要淡一些，没有吧？我靠，要画错一点。颜色看情况啊，我就喜欢淡色系的齁，我自己的颜色公式在啊，脸部上完色更完美。对啊，不是啊，重点是这个白点点的位置啊，你这个白点的位置，像如果我是放在这边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感觉了、啊。可是放在这边就是有点斗鸡眼啊，比较喜欢的。对不对？像豆子眼，马卡龙色系，马卡龙算吧，就是淡淡的啊。我说卡马龙，
可能。哎、欸，我真的没播广告、哦，它自动播的、哦，感谢感谢那个自动播的，让我有钱赚。颜色要什么？8.6，八点六，八点六，八点六。不行，这颜色再加什么颜色好嘞？黄的不行，蓝的不行。没想法哎、欸，本色刚刚好，不要整它了啦。蝴蝶结的颜色我还没加上去呢，你们看到吗？然后，因为我想说，靠呀，按错不行，用这个啊，拉颜色。慢慢调、哦，这好像可以哦。哎，紫色好了，那这个了，确定。OK， 存档。啊，真的要兔兔咯，哎，兔兔呢？哇，刚看到你分享的那个寿司龙龙，看得好饿。哎，我本来也是想说，哇，这是什么？神奇宝贝吗？然后点开来看，哇，看起来好好吃哦、喔。那个是 Choco 前 Choco Mana 会是兔兔，不是那个兔兔。糟了，不该存在在小雨身上的颜色出现了。哎呀，喂。饿爆啊！不会去吃哦。去吃东西，去吃东西。我可以帮你点餐，然后你自己付钱，这样子。坏。再橘一点点，这样可以。
现在有余震吗？目前没有感觉，就怕有啊。小小的余震还好，突然噼啪又一次大爆发，最恐怖了。那肩带什么颜色啊？看一下哦，白色，是哎，有白色有蓝色哎，那就淡淡的蓝色吧。最前面袖子的阴影是不是有点怪？会吗？它折起来，其实阴影应该到这边呢，还好啦。每个广告都看完了，哇！感谢你的看完。该怎么讲？你说有点怪，可是你也说不出哪里有点怪嘛。不然讲白了，你去画给我看哪里奇怪。如果你可以讲出个所以然，我就改就行。安安，补习完的安安。也不是说我没有听建议进去，而你只讲有点怪啊，我觉得哪没有很奇怪，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两边就是意见分歧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没有很怪啊，但是你觉得很怪啊啊！我就是想说，那你去画一张给我看，然后跟我讲说哪里怪怪的啊？我觉得哦，你画的比较好，啊、我就拿来吸收，就加上去了，我就改。我觉得这张我目前没有觉得哪里不好的，讲真的啦，不好就说很这张完成到最后会超多黄色色那个元素在里面。我原本还想加沙 IKEA 的沙沙哎、欸、IKEA 你问问哦、喔，没有，我觉得可以啦，只是你的疑问句可以再明显一点，会让人觉得你是在怎么讲教人家画还是什么的。那我是可以教我，或是给我一些意见没关系啊。那些意见是如果当下我马上听得懂嘛，马上改，我就觉得哦、喔、可以哦、喔。对啊，有时候也是可能就是跟你们聊天，看、啊、你们给过我想法，然后哦，这个还不错，啊，我之后就是也会常画画采用那样子，像这种腮红我就不会加这样子的，因为
想说就可爱的腮红是这样子啊。具体建议哦，来啊，啊，拜托是真的是有用的建议啊，不要天马行空的那种。我会怕，我会怕，有点像小熊维尼哪一只？因为我画动物一定会加链接啊，不管画什么都会加，所以不知道、欸。嗯，拜拜拜拜拜拜。啊，你就是截通哦，哦，抱歉，我想通灵龙是什么？抱歉抱歉。晚安晚安。啊！你以为这是骨头哦？有吧，这样好看多了吧？哒哒哒哒哒哒，黑色的。那这边应该是上橘色之类的吧？开另外一张来吃广告，蜂蜜的黄色是不是要更橘一点？嗯，我觉得很烦躁，就是其实黄色真的是很难拿捏的颜色，你弄太丑的话就很丑。那你这样子，我这边也要改颜色了。蜂蜜，这边，因为黄色真的是爆干难的颜色。嗯，
一点哦、喔，这样啊。这是什么？哪知道粉红色嘛，对不对？爱宝宝。难画，怎么十点了？播广告，波波都来了，来吃广告啊，波波。你是预言家吧？我靠腰啊，对不起，这是什么？马上就有了，感谢克洛伊超级留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为我的哭腰感到抱歉，真是太突然了。不是，是一开始他会先跳那个嘛，跳在那个聊天室，我就有预防了。那这个是跳出来马上就有声音，我当然防不胜防啊。麦块的蜜蜂是黑色、蓝色，从小雨紫色好，对不对？加够注意，快画完了，天哪！哦，每次画图肩膀都好酸哦。20分钟开关一次，我再另一个账号测试。你说广自动播广告、哦？我靠，天哪！我又按到什么？吓死！查一下哈，蜂蜜块，嗯哼，哦哼，哦哼，哦哼，哇，哭啊，我那么难画、啊，
哦，存档，好，存。杏仁茶吗？我是蛮不排斥闻它啦，可是要喝的话应该是没办法。啊，蜂蜜块也太难画了吧！好了，差不多了、欸。我看一下再他们怎么画。等我一下下。熊猫是吗？这是歌单。我是这样加的哦，哭啊！好了，牙齿没画到颜色，太棒了。然后蜂蜜没画到颜色 ，H，
检查。哦，吸管跟牙齿，你看就这样抓到了。OK， 上累了。我本来以为这一次是会分两次上色的，就没有了。好，要睡得晚安，睡得晚安。嘟嘟嘟嘟嘟嘟。小新增，然后我其实，因为其实我上色上阴影，我以为我是这样子画他们的，就不是欸。我反而是像这样子欸。不要加爱心哦，加不是先加这个了吗？再就是用这个滤镜色相饱和度，调颜色咯。能选呢？橘色吗？我觉得橘色不错哎，可是整张就很黄。上车缝线啦！啊，桃红色不错，不要再搞它了哦，还想搞人呐？
好，完美。这封信就这样完成啦。那如果小雨真的不行的话，我就把这个一样吗？这样子改而已啊。嘿嘿，好啦，完成啦！哇，怎么那么可爱啊？天哪！怎么那么会画画、啊？波西大大教我画图，假卡拜，吃屎吧！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啦。这个之后说实版本就应该是礼拜六日贴吧。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啦。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白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还没签名。先存档。先哪里好耶？哦，天哪，好随便哦！天啊，我来。到哪里？到哪里好嘞？这都要放哪里耶？好啦，就这样啦，各位啵啵哦，对，他、啊、会用 SAI， 哎呦呀，画画另外一个好处是这个，团团他的图就这样，有没有有色那个被拆笔的感觉？好啦，各位晚安喽，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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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歌听完了，拜拜。